他，不少人都觉得不陌生。小青是近期窜级的网红，滑手机解说总带着微笑，一双灵动的大眼，小巧的瓜子脸，加上丰润的嘴唇，让他有了小钟丽缇的外号，累积不少粉丝。从美妆、光电展，甚至到房地产投资展，全都看得到他大量曝光，在各个活动场合也让小青的人气扶摇直上。厂商纷纷找上门，看中的就是脸书的粉丝人数，动辄40,000的强大号召力。拜托，过去都找大明星做广告的女性产品，也开始转往网红下手。我平常喜欢吃吃喝喝，然后到处玩，然后就算不是厂商请我去的，我也喜欢写文章分享给大家。那美食是跟网友连结的最快方式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而谈到网红，大家都觉得跟美女脱不了关系，但那对夫妻则是靠着拍摄和儿女之间的互动窜红，搞笑无厘头的作风让他们在脸书的人数突破1,200,000人次。好好，我不要找，好，我不要找，我不要找。阿萨利，厂商也因此找上门，现在月收入超过6位数。因为我们可能是家庭的关系，所以会以亲子比较多，休闲亲子的。这股靠着点击流量创造出的网红，翻转了以往厂商只找艺人代言的模式，也开拓了另类的素人经济商机。记者洪欣宇、林珊婷台语报道。